很多摄影师他们在拍摄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去拍摄外景，那么除了外景以外，内景也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一般情况下，在大多数家庭都会有像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白色纱窗和白色窗帘，那么现在的女孩子又特别特别喜欢韩式，这种窗帘配上白纱往往都能够营造出韩式唯美的效果。那么我们在拍摄内景的过程当中统一都会使用这样的一种手法，那么我们该拍哪些内容呢？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来看一下作为一个摄影师能够像平常情况下他都能够拍摄到的内容。在我们内景拍摄内容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道具，就是我们现在新人他头上戴的这个婚纱。那么这个婚纱它有其实是在我们拍摄内景的过程当中最好是能够盖上新人，那么我们透过这个纱拍到新人的话又会增加另外一种唯美感。那么头纱除了这种完全盖上以外，它还有另外一种盖法，就是说我们让这个边缘沿着新人的脸部把它垂下来，这样子的话它又能达到另外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效果。那么这两种效果我建议一些我们的摄像师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两种方法都可以拍一下。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我们的摄像师如果真希望你的作品要好一点的话，这个婚纱这个头纱我们自己最好是买一个材质和垂感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材质差的它出来的纱是什么样的效果，材质好的出来的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种差的它出来的效果。差的头纱垂感不足，它造成我们画面里面头纱特别褶皱特别特别的多。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有些画面有些纱里面它是破，如果我们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破的洞拍摄出来，整个感觉也特别特别差。你纱差真的新娘其实也不愿意看到，因为显得档次特别特别的低，包括有的时候他会拉低婚纱的档次，每一个新人把婚纱拍摄出来都有想显示他婚纱的档次有多么多么的高。那么我们来接下来看一看一个好的婚纱出来的画面又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我们摄像师自己准备的这款纱。那么这款纱它的材质不一样，所以当它的这个纱垂下来以后，我们能看到一个跟笔直的线垂了下来。那么这样子有很有垂感而又没有褶皱的纱出来的画面效果，我们可以发现立马不一样，纱的档次提升了，从而造成整体画面的档次，包括新娘的婚纱看起来它的档次也会得到很大的提升。而且这种纱它一般不会轻易的破损，所以说基本上没有破洞，那么没有破洞从而让整体的画面又提高了一些档次。那么刚才的那个纱我们看到了它整体泛黄拍摄出来，因为它旧容易脏，整体泛黄，那么这个纱它显得更加洁白一点。那么这就是我们有必要去准备一个好的头纱它的一个重要性了。那么好的头纱其实和普通的头纱它的价格相差也就是只是在大几十块钱，每一个摄影师都能承担得起。但是如果我们自己自带一个这样子的好的头纱的话，在拍
拍内景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起到非常非常不同的效果。所以我一般推荐大家都选择一个好的头纱。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一组镜头，拍摄这一组镜头的过程当中是让纱缓缓的垂向新人，同时呢机器新人慢慢的抬头，先看手背，然后再慢慢的抬头看着摄像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放的过程当中是很缓慢的把头纱放下来，而不是让头纱落下来，这样子的话可以造成一个纱缓慢下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我们现在看它具体的效果。那么我们看到视频具体的效果以后，我们发现其实虽然我们是用手放头纱，但是它营造出来一种纱慢慢垂下来的那种感觉，效果非常好。那么大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可以尝试这种方法。那么这个用的是50定焦，光圈的话大约是在开的就比较大，大约是在 1.6 和 1.8 之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镜头，我们让纱完完全全的垂下来，新娘低着头往下看，然后我们的摄影老师可以把相机缓慢的推向新人，在推向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让我们的新人慢慢的抬头看着摄像机，然后展开微笑。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和新人的表情结合，再隔着头纱，它就达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的这样一个效果，也可以取得非常非常不错的效果。大家也可以尝试这种办法。那么在拍摄头纱完全盖住人以后，我们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么这个细节就是人脸上的那个纱形成的褶皱一定要少，所以说我们摄影师一定要去处理它前面那个纱的平整度。我们看一看，当有褶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物的表情我们看起来并不是很好，而且也不能很好的去展示新人的他的美。但是如果我们把头纱给拉平，我们整体的画面和那种唯美感又得到了提高。这个镜头呢摄影老师用的是50定焦，他采取了运动的方法，他的光圈还是 1.6。那么我们拍摄完这种特写以后，我们还建议我们的摄像师朋友然后再往后撤退一点点，我们拍摄一个中景，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切换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选择，而且也能够形成一定的节奏感。中景拍摄里面我们注意一个小细节，就是我们这个头纱它一定要大，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们的头纱的这个边缘部分刚好盖住新娘的膝盖的这个地方，不要不宜太长，也不宜太短。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花边跟婚纱连接在一起，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连接效果。这也是我们拍摄这个中景所需要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完全追求那种朦胧感，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去追求一种更高质量的质感。如果追求更高质量一点质感的时候，我们就不要用 1.6 这样的光圈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种光圈要达到 2.2 以上。我们来看一下 2.2 以上的它达到的这种光圈取得的效果是什么样的，我们能看到纱的每一个细节。那么这样子的话，整个画面的质感更强的话，对于很多有品位的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更加喜欢这种风格。那么就要记住了，我们在之前的灯光教程里面，专门的婚礼灯光教程里面也说到了，那我们的这种纱，你要更清楚的拍出它的质感，需要我们旁边有一个反光板，那么进行专门这个反光板的作用在干嘛？主要是对我们的头纱进行补光，那么拍摄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画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拍一些可爱俏皮一点的东西，当然我们再引用一点点小小的创意。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组镜头，那么这组镜头我们老师是直接让新娘的两个手挡住头纱，慢慢的分开的过程当中露出她的面部表情出来。那么这样子的一些画面可以应用到一些轻松轻缓的那种片子的剪辑当中，效果也会非常非常的好。那么我们拍摄的时候也不一定要单单的就很生硬的只拍新娘，那么我们也有很多一些其他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手捧花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种。那么手捧花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外面，之前我们能看到我们利用那个塑料袋造成让手捧花拍摄出来达到了一个效果，就是说非常非常柔美的那个效果。那么如果我们有头纱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捧花藏在纱的里面，它也能达到非常非常柔美的效果。
当然这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一个办法，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你的头纱一定要够好看，够漂亮，够档次。如果你有很差的头纱的话，它可能就要整体出来的效果要差很多。那么如此有垂感的头纱，加上略微的折上一些褶皱，再透过进去，我再看我们的这个手捧花，我们会发现，哎，它达到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唯美，已经有了一定的欧洲的欧美的婚礼的片子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效果。如果我们以后想要拍这种画面，请记住几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我们的纱，它的垂感要好；第二，它要藏在我们的头纱里面；第三，我们让它故意的形成褶皱。我们刚才说到了拍新娘的正面表情的时候，是尽量的把褶皱给撑开，但是拍这种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很有顺序的褶皱，有了这个褶皱，你整个花拍摄出来的档次又会提高很多。那么有的时候，现在很多新娘她们在结婚的过程当中也会做，把自己的指甲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一旦做得很漂亮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那种方式用来拍指甲也会效果特别特别的好。就是说把手捧花藏在她的头纱里面，然后放在怀里面，然后我们的新娘的手的这个指甲轻轻的搭在我们的鲜花瓣上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再拍摄出来，我们会发现其实这种拍她的指甲也丰富起来了。就是说我们利用了一定的光线和不错的道具再来拍指甲的时候就会好很多。而有的摄像师他们在拍摄一看新娘做了很好看的指甲，他们就是直接很生硬的那种拍法，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说如果我们发现新娘做了很漂亮指甲的话，也可以采取一下这种方式。那么我们还有一种纱的搭配方法，就是把纱搭在她的额头顺延下来。那么这种拍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我们的两个花边是非常非常拍摄的一个重点，就像我们接下来的画面。来，美女慢慢回头，好，眼睛往下看，眼睛不要看其他地方，对，好，微笑，笑开。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两个花边都出现到了我们的画面里面。在拍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的新人的微笑，来，美女再笑开，哎，微笑。第二一个，她的眼神，好 ，OK。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要发现几个，我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要发现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反光板的位置，好，打过来。反光板会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位美女眼珠子里面她会有一个眼神光，就是她会眼珠子里面会有一个亮点。那么美女看向的方向一定是这个反光板，如果她看向其他的方向，你会发现呢她的黑眼球是全黑的。第二个的话是她的微笑一定要笑开。第三一个的话就是她尽量的用她的下巴去碰一下她的肩膀，靠稍微靠近一点，这样子的话整体的画面拍摄，你拍摄一个特写的话，整体出来的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棒。那么如果我们戴头纱的情况下，可以尝试的这样子去做。那么接下来我们前面我们拍摄的东西都是偏一些唯美和节奏明快一点的那种画面。如果我们现在想用，比如说我们用大提琴、小提琴或者是钢琴曲来配，我们需要有一些意境的那种画面，我们还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的场景还是这个场景，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拍摄手法。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些手法又是哪些。好，准备，3、2、1，开始。不是，你的手指是反过来摸纱，不是摸脸。哎，对，对对，手指打点弯啊，手指打点弯，不要伸得太直。好，闭上眼睛，抬头，闭上眼睛。摸下来，慢慢往下滑，带点微笑。好 ，OK， 别动。好，转过来，轻轻的看我，微笑。转过来，轻轻看我，微笑。再笑多一点，哎，很好。OK， 这样子的一种拍法，就是说，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俯拍的方式。那么俯拍的方式的过程当中呢，我因为我离得跟新人有一点点远，那么我需要他底下的纱全部铺开，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拍到他的后景，就是整个铺开的纱，整个铺开的纱能够盖住底下不干净的地板。那么我们远侧的地板，刚开始一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它是有穿帮的，那么这个穿帮可能非常非常的不好看。那么我这时候我可以让现场的一个人把窗帘往那边拉一
弹往那边拉以后呢，有了沙作为后景的遮挡完以后，我们整个新娘就感觉处于一种非常非常唯美的，有一点仙境的感觉的场景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因为我进行了俯拍，所以说我让她做了一个抬头的动作。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平拍可能会选的有点胖的女生，因为这种倒拍让她的整体的画面效果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同时呢，我为了增加那种柔美效果，我定焦的过程当中，我利用了这个纱作为前景的遮挡，从而也产生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景柔化效果。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整体的那种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用反光板挡住了外面的一些光，因为我们发现新娘的右边的这侧脸上面有一个很强的光，我们通过这种光线的遮挡完以后，让她的脸部上面的光线显得更加柔和一点。这也是这种拍法的一个小技巧。那么其实这种拍法是在我们婚礼的正常的拍摄当中是经常可以去使用到的，因为很多家庭都会有这种窗帘，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站在凳子上找一个仰角，让新娘坐在地上去拍。那么前面我们都拍的是让新娘笑起来，那么这个镜头让她不笑，那么不笑的话这种镜头相对来说就有一些意境，通过她慢慢缓头从而不笑，眼睛慢慢正视前方的这一系列动作，如果我们配上大提琴或者是钢琴曲的话，再配上男士很是深沉的那种表白的话外音的话，它起到的效果就会非常非常的好。